竟然属于被动收入。开设现场课程与公司福利奖金，何者可以被归类为是被动收入？公司福利奖金吧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说不是被动收入，它是主动的。所以是开设线上课程。那我这一套课程卖了你，你也可以跟朋友分享啊。盗版，我们不支持盗版。我是这样说了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综合台，全民新攻略。